你好，我是新入职的陈馨儿，请问我在哪里办公啊？跟我来吧，这是你的工位。 你是新来的陈馨儿吧？啊，对对对，牛总让你把这些资料看完，一个小时之后有任务给你。这么多？这还多？看你是第一天工作，牛总特地吩咐先给你减半了。赶紧看吧，别愣着了。现在是9:05，10:05的时候你自己过去，我就不提醒你了。我还没吃早饭呢。 打架是吗？我带你去个地方发发邪火，敢去吗？敢。走。行，这个你别让人进来了啊。行，钱要不够，我走时候给你补上。行。嗯。怎么样啊？地方够宽敞吧？啊，装备够齐全吧？今天咱俩来点专业的啊，一会儿不会有人进来，想打到几点打到几点。 换上。你不是有气吗？是不是？哎，不是想打架吗？不是看我不爽吗？想教育我吗？啊，一会儿啊，往这儿打，知道吗？使劲儿啊，往这儿招呼，别留情面啊！好，来。哎，你们这些青春期小孩哈，我跟你讲，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什么时候让社会啪给你个电炮，你就老实了。 啊！哎，拿出点气势，把你那个踢自行车那气势啪拿出来啊！别怂，知道吗？就把我当那小胖子，可劲儿招呼我啊！你不带铲手跟头盔吗？我带什么护具啊？啊！哎，我大学时候我打重量级的，我都不带护具哎。 怎么着？怕了？是不是？是不是怕了？哎，你要怕了，你带护具，不欺负你。哼！你真要打吗？哎，你是个男的，别磨叽行不行？要这样，我让你一只手，好不好？